最近一段时间，王一博的粉丝一定都非常难熬，因为王一博已经很久都没有正式出现过了。因为前一段时间，王一博参加的《这就是街舞》节目圆满收官，王一博也退出了《天天向上》的舞台，所以粉丝们已经没有了能够固定看到王一博的时间。